你爱一个人差到遐咩？一人一包，一人两包啦。你一包超市有，你卖一包的偌济？一包卖百八，你两包来开三人，开300了，300块，海龟至少300块。什么鸟的声音？好可爱啦！半截杂料，还收一包的一百块。这是假的，真的假的，没有做。我那收一包，进来。这，好快。这两包的一包半斤啦，两包一斤重，三倍哦，一人三包来，300块，四包的300，300块，200了，200块了，来，五包你200块了，太牛，卖么子，娃娃吧，200块，再搁钱，行，出来，你头前加钱无？阿弟嘞，这是你有啦，哎，跟我食香果嘞，加酒楼春节无啊？加酒楼不是加酒楼啊？这哦，哎这哦，哎这哦。哇贵！靠什么靠？你那个头像奇怪，我看就知道你是娃娃。你耳边啊，耳边你帮啊，你好心啊，叫他切掉。叫切掉伊的鱼鳞，所以有受伤。但深度绝对无问题，臭土有问题，绝对嫌我。一尾超过了，一尾超斤半重，这两尾三斤重，这一斤我百八，两斤才值三斤重啦。卖要开了，就开400，开500。两尾两加酒咯，大只的哦，这大只，一人两尾来，一人两尾来，无啊无。你能不能来？卖用开500，开400，开300块。一二五只，200呀！快过来！哎，快点！这要把菜先哦。要把菜。来，加个几来啦？好啦，来加个几。来，四张走。没价钱，这才多少钱？这要结200块，这要结200块，有无？这样可以无结无？啊？无啊啦，这要结200块，这要结200块无啊？200块，你的钱掉了，这要结200块，现在200块，对不？哎呀，对。我来，来，可不吃啥？大概那两包料要油哦。三个。可以啊。好啦，可以。这两包料要油啥？有人要吃这个，这一包一公斤呢。我靠，一只要钱偌济？一只一斤开15块。你要看卖大只的哦。这啥？有人爱无？这包好来。这包我靠，你要买超过300块，还要开300，你要五啥？200块就对。200了。哎呀，100块了。一百斤的肉鱼，还这边八个，他有，他都卖完了，有肉鱼，冷冻肉鱼，要卖完，对。每天都要用肉鱼带便当都没有，都没买不到肉鱼。
牛排哦，来牛排哦。肉鱼好像一箱还是两箱吧？对。来买一千好不好？买一千。一千块好不好？剁肉剁掉，剁肉剁。这是美国牛，这不是组合牛。这个外面你再吃一片就要超过500块。重量一样，它的大小片不一样，切的厚度不一样。一片卖，我说外面卖一片就好了，一片300了，这两片600块，三片给你900好不好？四片1200，1000块就好。哎呀，这边再送你啊，1000块的。哎呀，这边再请你啊，1000块就好。那这样了，6片。谢谢。感谢啊。这一只2公斤哦，这一只2公斤啊。那你有想要吃的一部位对啊？这我看你现在超市甲卖看像这种啊，这只一只啊，无超过400。没有啊，去台北卖哦。哎，爱吃紧的哦。你不爱什么口味，你家己拣，我不爱超你啊。一只啊，卖用开400，开350，300块了。200啦，这只现在200了，200嘛，无价的，这只就起贵的，你袂晓听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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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想，你们前面叫哎呀，谁没？哎，那个是韩式的吗？我看一下，没有韩式的哦。不是，我看一下，等下。韩式好吃吗？这个不是韩式的啦。韩式哪一种？韩式被拿走了，刚才有一包。我看一下，换一下，我帮你换。啊。几家到家？韩式的。我老姨啊，我不要帮你挖。过来，200块呀。你吃嘞？今天都200了。韩式料理，韩式料理店本的罢工。今天哪里吃？对啊，一小撮的青菜，我的青菜。不玩了，剩下3包不玩了。你有吃过啊？你有没吃过？没吃过。我中午没水，没叫便当，要吃这个。记得用我烧。慢打水，等我接的。不用加接水，有在接。然后，它里面有个什么汤？好。还有面包而已啊，还有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兄弟，加你阿伯。韩式料理店就买这个。买啊，来过来。转手就快四百。谢谢你，感谢你，阿弟阿东。我弟就有一次去韩式料理店，哎，太久了。我那吃过。哎。不要掉！高点我了，你那个啊，这是花时间。你四只落来呀？你叫九楼啊？你叫九楼啊？你改这下呀，小妹啊！你叫九楼，这两公斤了。你我只要抬价超过300块，只要超过300，等于搞用吹用这里拍价去，等于我搞一支中棍，为卡层卡我。拉鱼卖完了。一支中棍了，一只300，这四只拢去了的，1200块，1000块正1000块。是啦吧？四只拢去1000块了。哎呀，1000块干就要准你啦！1000块了，阿伯。哎呀！我干一袋骨。海陆。干两袋骨白了，还1000啊！海陆大餐呐！看好了，不用了啦。海哥，我解释了。谢会棒，谢会棒我了。哎呀，但是太贵，还准一下，500了，500块，哎呀，500无啦，价格哦，一
杯水加一块牛排，500块啦。500了。我要卖了，我安尼啦，500。500了。你想要回去了对吧？对啦，赶想要下班啦，还赶下班啦。是啦，我这个卖袂着啦，这个卖袂着啦。你黄金仓啥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你六只拢要来啥？1000了，爱花1000。六只拢要1000块啦，1000块无啦。你是啥物啊？1000块加4只5块啊？1000块了，这拢爱1000的。你要1000无人来，大虾啊，起一块来。哈哈哈！哎，起来呀，无想要起啊你。哎，1000啊，我爱1000块啦，我爱1000无人来，5块，这太拢来1000块无，1000了，这安尼1000块无人来。超贵哦。是啊，本来超贵啊，价格无人买哦。
等于改车了。都我改车。对啦。我改车。今天没有奇遇啊！来来来！对，今天他有带比较少。他你捧起来倒走啊？对啊。那捧起来，桃园那位你到了吗？桃园那位你要先上吗？哦，对啊，原住民那一集真的很好笑，那一集超多人看的，还是继续有人在看。可以，真的，五百分，奖三题，奖三题，奖三，奖四题五百，五题来五百分。两个小姐啊。哦。哇，很大哦。哦，帮你拿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等一下，一个一个。等一下啊。好，正常。来，那上两个啊。来。你几月剩三百尔？才四条。我刚才看，我唔知影个几月。无，你搁帮我掠几月？要几月啊？要几月？好啦，无车了。哦，开车了。无车还剩一千啊。这穿你大头人，过去要穿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想要死的，怎么是？还有车的呢，这车无车的，我你搁新车啊？来，帮我传车。好，来，搁车来，搁车来。卖车啦，一过就好啊，你较新车啦。穿衣啦，不买穿衣啦，你来。长官。哎，阿伯。这小姐啊。呀。兄弟啊，哎，贵一点，哎呀，等一下，还过几位？过八人客呢？你是讲三八八人客啊？五八八人客呢？哦，五八八人客，啊，我提几位就好啊。穿几多的？免穿一千啦。穿你大头啊，穿一千。换一块，我再换一。你出来换。今天在台中的中心市场，还有姑姑
关怀自制少女。那一集不是我拍的。现在一百是偌济啊？三百。